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，棒棒棒。这里个火车站里个五楼的朝南的房子，它一间房很大，两个人的会住，一个一个看一下。这空调在这里，衣柜朝北的房，窗口是朝南的窗口，还床，这房子很亮呀。厨房在这里。洗衣机、电磁炉灶、水车、冰箱很样样吧？卫生间也有马桶、洗脸台、仓库，卫生间也仓库的，是吧？房卫生间很样样，这样隔起来，隔起来鞋柜，那这样密码锁有啊，外面鞋柜也有的，外面鞋柜。这是五楼，那么房子是这样，分两个人会去分开的，这样价格便宜。这样空调在这里，空调这个没有小仓库，东西放在的小仓库，都很多东西放的，所以房子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两个人会去的房子的，这个现在很亮亮的，就这样，我是金公公。